好像是3-2了，没有全部钱压出来，转 A 点防守。对，不过这一波如果攻方偏 B 的话是有机会，早晨卡到天台。哦，早晨打打一只，两只，狙击手发挥效用了。早晨三个吗？三个。我是沈崇德，我在台南市凤凰队。哎呦，早晨汤姆克拿一只，早晨打两只，中不错哦，打两个。好，远距离其实早晨也是守株待兔了。队伍打败之后，就觉得第一次有心有不甘的念头，就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强，然后也想借由比赛来增加自己的稳定度与提升整体的实力。对，哇，早晨这个时候有点难搞，哎呀，打两个，打两个哦，哎，喂，早晨，哇，灵活的早晨，这一波救了大家。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越球越稳，越打越强，然后跟队友们一起研发新的战术，把自己迈向世界的舞台。我帮南卡早晨，早晨不错呢。好，直接打吧，早晨，不用害怕。这个时候你是孤军奋战，谢一发会不会中？还进，哇！就被早晨给干掉了，沈崇德选手。今天我们教练给的是，果然是早晨，在今天的表现的确表现得非常好。我希望我能证明给你看，请替我加油。我是沈崇德，我在台南市凤凰队。